Wow.再不要见到我，都怪你。如果没跳下去，我现在还好好的待在自己的身体。可是我现在连初吻都没有了。干嘛呢？威哥、哎，我们人都到齐了。我来是跟乔楠单挑的，你带这么多人干嘛？啊？打赢了甚至不武，打输了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吗？是。人呢？那小婷子看见没？就在这儿，在这儿坐着。哦。正好我新练的招数，千年八式旋风踢，正好让他练练手。那个，罗马世界武力值排行榜前十名，非你莫属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我过去，你们都别跟着，好嘞。待会儿威哥动手，咱们就上，千万别给乔楠留任何机会。乔楠，你干嘛打我？对不起啊！你今天状态是不是不好？那我打赢你也甚至不武。算了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呀？要不我带你做点开心的事。穆想想，怎么是你啊？收起你们那副蠢样，跟我走。哎，就咱们三个？对呀、啊，那他们多少人？要不我们再叫点？少废话，走。走吧。